女星为爱狂减30公斤，如愿披上白纱出嫁。30岁南韩女谐星洪允花和男友金敏基爱情长跑8年，今年初两人宣布结婚喜讯。洪允花为了穿上美美的婚纱，花了8个月成功减下30公斤，今日她终于如愿穿上美丽婚纱走红毯。洪允花靠着肉肉身材、搞笑可爱的形象受到观众喜爱，和同是搞笑艺人的男友交往多年，感情依旧幸福甜蜜，还因此幸福肥了25公斤，自曝求婚时体重更飙破100公斤。为了穿上美丽婚纱，8个月前开始靠着运动和饮食减肥，成功瘦下30公斤，成为婚礼上最亮眼的新娘。据韩媒 eDaily 报道，今日夫妻俩在首尔举行非公开婚礼，仅邀请亲友参加。金敏基受访时则对老婆甜蜜喊话，不管允花有没有减掉30公斤，都是我最珍贵的爱。